你现在穿衣服很溜啊。这个里面滑的这种就可以，不滑的话就没事，穿上非常好。你看，这滑的蹬一下就可以了，扯一下哈，真棒。现在冷，不穿棉衣还不行。家庭版的压面机啊，这个看自己压的这个手工面条、我都没有数就知道哦，对，熟练了之后不就是哦，太棒了我的宝贝。然后呢，咱还能分解呀，这都才分解了一个。我有三个丸子，拿走两个丸子，还剩下几个丸子呢？所以快点，就是三可以算成二和一。对嘛，嗯，你的宝贝太棒了。哇，他写的越来越好了。我的天哪，你这要上天了是不是？想把爷爷累死吗？那你下来，那是我爸好不好？哦，我爸。爸爸，你心疼谁？浇水面，这一餐我要吃，走，都吃。你爸不会人。日子扬起微笑，美好生活尽情的舞蹈。你问妈妈笑不笑？叫妈妈笑不笑？笑。这是奶奶第一次，做的这个浇水哦。